因为台东资讯来源不足，所以想要找些有关于原住民各大族群文献、祭典仪式、神话传说等等书籍，可能在台东这里会无法顺利获得。但前些日子，台东史博馆内开了一家书店，它特别针对原住民各大族群的相关文献、神话传说、祭典祭仪等等书籍做了整合提供。因为在台东，在这一块的资讯非常少，那本身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样子的资讯了，那所以刚好史前馆有这样子的空间，那我们就提供了这样子的资讯，让很多需要充实这方面的学生啊，或者是族人们，可以来这边找到一些他们需要的资料。这是势必要这样做，对，要不然买书的人到台北去啊。那我们自己本身就算是上网去找的话，因为你看不到书，你不知道里面是不是你所要的。那提供这样的环境，就像一般书店，至少你可以经过翻阅之后，你可以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。这悠闲的读书环境，舒适音乐陪衬下，置身在其中，让人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。我是因为透过了朋友的介绍，所以来这里翻翻书。我会想要推荐给更多喜欢原住民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可以来到这里更了解原住民的文化。拥有多种原住书籍的原住民书店，在台东地区堪称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喜欢原住民文化的朋友，或是想找各种原住民资料书籍的，有空不妨走一趟，感受一下最具原味的读书环境，饱览最具原味的书店。东台新闻杨国柱台东采访报道。